好，在这一边呢，它是 index，OK，哦，那个2019 base 15跟2019 base 17，所以这个是 index of 19 base 15，这个是 index of 19 base 17，然后它现在要你找的是17 base 15，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大的年份是1719，小的是1517。这边是100，然后19 base 15是132.84，然后19 base 17是108，我要的是这一个交叉乘，所以我的 index of 17 base 15等于132.84乘100除以108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132.84乘100除108。OK，我拿到的是123，所以这个是123，对了。然后接着呢，他说19去二 e 的时候，它增加了12%，所以就是说我的 index of 二 e base 19是等于112。OK，它增加了12%的话呢，它就100加12等于12了。然后在这一边，它现在要的是index of 2e base 15，OK，2e19，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大的年份是1921，小的年份是15跟19，1919100，然后这一个是2119是112，然后我们要的是2115，2115是这一个1915，1915是这一边，你刚刚看到这个132.84。交叉乘，所以我的 index of 那一个19 base 15会是等于132.84乘112除100，所以在这一边呢，我就有132.84乘112除100，然后拿到的是148.78，所以它答案是148.78。OK，148.78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。OK，好，就是这样。是啊。